好，那要介绍一下嘛，这首歌。哦，这首歌哦。对啊，跑客一堂，不对，跑车一堂。跑客。哦，这首歌是那个张震岳的一首歌，对。然后这首歌是在讲，就是其实他讲的提到了很多，就是有关环境的议题。环境啊，还有就是战争的议题。战争啊，人类的那个利益，对。他歌词蛮浅显易懂，就是觉得可以引人醒思这样，对吧？好，那就唱给大家听吧。好。上的墙，女孩一脸瘦巴巴，男孩一脸惊慌。跑车压过原本是热闹的街，已过的士兵带来粮食和水，毫无未来的百姓已经厌倦。不想再流泪，女人真心作孽，男人刷卡付钱，女孩不想上学，男孩只想玩 game。跑车压过原本是落寞的街，政客和商人带来经济起飞，救助环保的胖子已经厌倦，只想减肥。两种不同世界各自在另一边，总是不得平衡，高低有外线，正义犹如谎言，真理万花千变，我们所相信的埋在瓦砾堆，轰隆隆的炮声，无视力的鼓声，有人置身事外，有人没有家，地球妈妈为了发烧居高不下，你我却为了利益撕破脸。有人置身事外，有人没有家，地球妈妈累了，发烧居高不下，你我却为了利益撕破脸。看我们接下来这首吧，谢谢。